了解下面的部分啊，上面的平面的。它都是同时下的啊，它不是信息同时是小孔同时下吗？对的，而这里大孔是两面嘛。大孔是两面，大孔是两面，大孔小孔同心，大孔应该可以了吧？我量了吗？就说它是量的不同线，但装的话紧的那肯定是不同线。就上面那个中间孔，我用那个桶，用桶来那个套进去来敲。这边这个软盘松不松呢？聚钢盘，好。